坐下，等一下。来，坐着，来，坐着。等一下。坐着。你有看过我？的确。老邓哎，老邓哎，老邓来了，老邓哎，老邓。你很冷，对不对？没有多穿。你不会冷吗？ 对，没有多穿，而且比较多穿。你不会冷吗？不会啊，穿两件。今天很特别的日子，站在我这个地方的郑大哥，他是锦绣88社区常年跟我们学校合作，向来到长兴国小，他每一年这个时候就会送一批物资，所以特别的感谢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，还是说这个看过没有？不知道这个名字叫什么。所以今天他就带了一批物资来，也带了一些社区的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一起来哈。那待会儿，待会儿我们除了表现我们自己的回馈，所以我们要回馈呢，我们表演一起，我们自己学校的特色，他要打击乐来回馈锦绣88的所有的大哥哥，还有阿姨、叔叔们，好不好？ 也希望下下一次在这个时候的时候，也能够再来一次，不管什么时候都来，比如说假日也可以来到我学校，或者平常日不一定要特地为着这个。那哪一天有机会，如果我校会教学，我也可以到各社区去做客人，不知道可以不可以，诸位？可以，可以哈。欢迎，来，我们谢谢锦绣88的所有叔叔阿姨们来。 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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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的好，不要，大大的来。好了，各位同学，我们是第四年过来了，对，今年是第四年了。啊，那这些都是我们社区的大哥哥大姐姐们。那这几年看着你们成长，看着学校的这个建设一直下去，哦，越做越好。其实我们也替你们高兴。那我希望说。 那我希望说，你们长大以后，也是要对这个社会有能力的多一点贡献，多一些付出。那当然，最重要是先把自己的现在的学业做好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祝大家圣诞快乐。好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我们我们的好朋友，大家好。好。我们维艰校长，还有我们郑主委哈，还有我们锦绣88的社区的一些好朋友哈。我想今天小朋友最高兴哈，而且最幸福啊。那么我在这边也代表我们教育局哈，非常感谢我们锦绣88社区的这么爱心哈，这个寒冬送暖啊，这个时候呢啊，带给这么好的礼物啊，给小朋友。小朋友告诉告不高兴？高兴。25位的小朋友，25位，2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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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位